情形，看一下情形。对啊，这一题讲完就剩一题了，剩最后的一题了。你看今年就结束了，你就再也看不到我。耶！要明哎，那不是明年才看到我吗？没有。25+。直接打开喽，看。哎，32+7，32。32超过了，哦，对。对，这里看不到我了，来，你要明年才看到我了呢。来，接下来我要偷偷讲一个比较数字好看的哈，因为我觉得数字太丑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加强，加强练习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同学们，看这边。看一次多一件，快点，快看我，拜托。不要往下看，快点啊！来，我们看加强练习一，哦，这边，这个，这个。跟这一个这一题特别的不一样，你有发现吗？它这边不是简单的平方，它有谁？一次项。再讲一次，它不是简单的平方，它有一次项，所以不能直接盖房子。OK 吗？我擦掉喽。如果它是平方平方，但我直接填盖房子，直接把东西塞进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但今天出现了一次项。这个题目从此不一样 ，very very 的不一样哦。哎，我擦掉了。我操，我干，对不起了。脱衣服，哎，脱衣服你们会生气吗？会。哦，很久。但我发现头好小哦。没有啦，还剩一题。等一下，我就把它穿起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是手还蛮好的。刚往来同学没有看到，哎，我们再看一次。就这个，哎，同学，刚往来没有看到，我们再表演一次，就这个。这是等一下我们会抽的其中一项礼物。对，我觉得蛮可爱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女生抽到这一件，回去。刚好被你爸妈看到，我们补习班明天就会休业，直接倒。哎，好酷哦！你看，好，来看一下哈、哦，最后题了，姜子珊。哎，还有二次项跟一次项。哎，你也好酷哦！我们要使用的方法叫做配方，把它配成完全平方，先有平方关系才有办法填进去哈、哦。那怎么配？我教你，看我哦，来 SP。一次项是 2x 对不对？加上 y 平等于4，这个已经是平方了哈。那左边怎么配？中间项除以2再平方。国中你当然知道，叫一平，可以吗？没有水了。好，叫一平。哦，好水。啊，这里也加一平，可以吗？下课了。啊，对。好爽哦。所以这个平方该来是什么？是变成 s+1的平方，加上 y 平等于5，对吧？这样才变成平方平方相加的格式，你才有办法填格子，好不好？那这里我不管这个题哦，我直接写喽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填的哈、哦，平加平，哦，写一下，平加平，大于等于加平哦。好啦，来填格子，填格子哦，填一填。你有上三三哦。讲完没有？我这一题讲完了。哇，好，那我们把这一题把它讲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抽礼物了，好不好？大家精神哦。好，来，再来怎么填？一样，平方平方一定填左边，因为这里才有平方可以填，可以吗？二次一次项。有二次项，还有一次项。有二次，还有一次。好不好？那这个一定填 x+1的平方跟 y 的平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平方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 s-2y 一定填左边，但是这加怎么办？放弃。我放弃。很简单嘛，加负2就好了。好，负2y 可以吗？加负2就是减2y 好。好，来再来 s+1。乘以多少会变成 x？ 哦，这样麻烦哦。
这里写 S 其实有点麻烦，你想看 S 加一乘多少会变 S， 怎么乘都不可能，所以你只能写什么？写一倍，让它变成 S 加一。这里有点取巧，仔细听 ，S 加一，可是题目没有问，所以最后的时候你还要调整一下它的系数，你可能最后要把这个一给扣掉才是答案哦。好，来下一个步骤 ，Y 要怎样变负二 Y？ 很简单，就是负二乘 B。超认真写。来，最后把它整下来哦。会得到，会了哈，四的平方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是五的平方，是五乘以。可以吗？五平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不要紧张。五乘以一加二负二平加五哈，大于或等于什么 ？S 加一。哦，我等一下 ，S 减二 Y 加一。平方。但题目哈问的是这个，所以最后你求出的范围可能还要减一哈。那我们先把它开根号。会得到一个范围，就是 S 减 2Y 加1会介于5到负5之间，可以吧？刚刚我们做过一次了，再来来减1，得到负6，小于等于 S 减 2Y， 小于等于4，好，这就是最后的 final answer 哦。哦，对不起，来看一下 final answer 啊。这里有点取巧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哦。有二次相、一次相，记得都可以放。OK， 你们先写名字啊，因为我本来想要用那个扭蛋机，可是扭蛋机的扭蛋被带走，没有被带来，被人干走了，所以你们就写名字丢进来就好。丢进这个大大袋子里面，来，你们丢进来。然后我，你们把它折条丢，等一下。哪里有？等一下。
随时可以用了，这是俄罗斯喝酒的版，你知道吗？等到你们大学需要喝酒的时候，这个会很好玩，就放着丢钢珠下去，转到谁就谁喝这样。然后还有这比较普通的卡兹哦，然后这个超级贵的纸胶带，这一捆不要小看它哦，我一次是给三捆，我都要忘记第三捆在哪边。这一捆是这一捆95块，这个贵到爆炸哦。对，然后还有这个劝世保险套，这个因为有一些男生可能会用到，然后还是给大家试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煮泡面的吧？韩国的泡面锅加上两包泡面。哦，还有这个电影票哈，三张电影票，我本来是想两张。还有阿根廷鱿鱼干。什么东西呀？然后这个泡面有两，这个泡面有两组哈，可以吗？啊，然后还有头脑一直在清洛，因为最近有非洲猪瘟哦，所以特地去买了猪模型。这个猪是公的，很明显哦。很小啦。然后这个还有一次哦，包史上最长的 QQ 糖，超级长。反正就是一次5包用抽的哦，这个有多长呢？这个大概是这么长的，就这么长这样，拿来跳绳，然后顶来吃饭。然后还有这个椰子一颗，这个椰子一颗，还有西瓜一颗，跟最后还有一个哈密瓜一颗，好不好？这个字原收很努力去写的，这个字要写在上面很麻烦。你们要先抽什么？那个衣服。我们先抽鱿鱼干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阿根廷鱿鱼干，我要抽了。男生就是头套加那个，那怎样？你们抽到的人要穿着跟我拍照。啊！苏西哥，苏西哥，开始抽了，苏西哥，开始抽了，开始抽了，来，男生啊，苏西哥。穿了你可以戴着头套穿好不好？
是你先传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林轩逸，哇！我都抽大张的，嗯，我是小张，你是小张的，没有，好，来这个给你啊，这个这一根，对，自己才去看的，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来你抽，你抽，你抽，抽什么？哪一张？抽抽抽，你抽。来，袁松，来来来，抽。抽这个非洲猪的猪啊！你刚好签完吧？签完再抽那边的哦。抽奖小的哦，是谁？姜子珊。姜子珊，哎，来来来，听到没有？有抽的人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我们来跟猪拍照。哎，这很好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拍个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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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好抽的。你要不要跟他亲吻一下？不要，赶快赶快赶快，来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来就给你，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做的是终于成功。没有人抽的，下一个，我也抽。哎，好。下一个的话，我们抽什么？锅。我们抽这个好不好？泡面锅煮，这还不错。这个你们以后上大学超好用哎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在学校可以泡泡面，然后。这个可以煮这桶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因为之前还蛮流行，我想说这个还不错啊。对，可以。我要抽这一张，这张谁的？我要小，我不知道，折很多下啊。林伟平的。来来来，给你。好好。来。来。你们能想要这个吗？这个很不错啊。我要。来一个，拍，帮我拍，帮我拍，就交给你。交给你。不要这样，真的，来，爸爸，来找一找，好了 ，OK， 来，再来，我们抽一个给男生的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劝世保险套，哎，你们女生有人要吗？如果你们抽到有要吗？苏西哥，苏西哥，来，苏西哥，给先头啊，来，我抽一张，苏西哥先头。为了公正，好，姜子珊来抽，来，公正，来来抽，来抽，不能太多。苏西波，苏西波，苏西波，曾玉琪是谁？你要吗？不要，好，再来，再抽一张。苏西波，来，再抽，再抽，再抽。苏西波，苏西波，林鼎汉，林鼎汉，来，没关系，来来来。对，运气特别好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为什么叫劝世保险套啊？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们可能会用到它，但是我希望我哎、欸，听我讲一下。但是我希望哈，你们高中时不要用到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保险，就里面贴了一张劝世传单哦，让你们看一下。抽你的，赶快抽！抽椰子啊！啊，还有谁要的？要抽什么？抽什么？同学你们要抽什么？抽椰子。来，谁要？啊，这个。那抽椰子啦。这个加哈密瓜好了吧？太好了！太多了！太多了！太多了！好来。
得蛮好用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这个你们大学很有可能的。那你找我干嘛？王玉文。哇、哦！你相信你不会玩很嗨吗？没有，大学很好用，说真的。哇，国王游戏啊！国王游戏的时候都。等一下，快讲了，快点，来，我们一次抽三个哦，先抽，我抽三张，先抽椰子，再抽西瓜，再抽那个哈密瓜，哈密瓜，来第一个椰子的，椰子的哦，椰子的是孟子宇啊，来，不行，来，强迫中奖，这个没有椰子哦，来，第二张是西瓜的于心柔，于心柔。西瓜，西瓜，哇！在座的人是哈密瓜。哇！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，过来于心柔，过来于心柔，过来，来拍个照。椰子，西瓜跟哈密瓜，真的很重哎。在座的人也是哈密瓜。可以带回去跟家里一起吃。但只有一个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只有一个 H， 因为太难写了，最后只写一个 H。对，元旦快乐，这是袁中写，袁中一起来给我们拍照。来，我们来拍照，来，椰子、西瓜、哈密瓜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好吗？好吗？好，再来，再来。这也太丑了。抽五包这个。这抽五包这个，那个英文字还写错。五包这个奇怪很长的软糖啊。来，随便抽一下，来，徐阳勋对不对？徐阳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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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在那边，五包奇怪的软糖给你，这个应该不用拍吧？软糖可以吗？啊，对，我忘记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奖哦，这是乐地鱼肠，这个置物箱，置物箱都在后面走，这还有什么？啊，还有还有，还有那个100个汤姆熊的代币。一百个，我们先抽卡斯好不好？卡斯跟这个好一起好了，这也没什么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抽这样。太多了，太多了吧？太多了。还有分开的，好，分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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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张，这一票都等一下啊。来，苏西福宇轩，拿到那个，这个，拿这个。泡面多，这个应该来，再来。很想要泡面。还有什么？电影票好不好？电影票。再抽一张。电影票。等一下啊。因为我会，因为我很常去看电影，所以等一下，他先穿着外套，等一下。送外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要钱吧？因为我有钱啊，还是抽钱？900，抽钱抽钱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太经济了，这样子，对啊，我就全部丢进去，就一次抽三张，好不好？啊，三张电影票，三张抽啦！没关系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一次抽。分开来抽啦！一次抽来，分开来。你来抽好了。我。对，你来抽。我抽到自己了，不要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不要不要。那你抽一张，随便抽一张，随便抽。抽了，搞不好是那个熟悉。我都忘记有什么了，还有很多东西对。陈怡允，陈怡允。陈怡允，三张电影票。你抽到三张电影票。我刚刚就加码，没办法。2、3，好 ，OK，OK。好愤怒啊！再来抽什么？再抽电影票。啊，同学，还有这个啊，这我也要抽，因为我看一看一看完。二手书。这个不是啊，其实是一手的，我看很快啊。大力。这个大力是那个胡谦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的这个的导演他写，内容有点阴郁啊，所以我看一看，我想说还是抽出来。这个跟这个，这是那个银座一家很古老的那个很古老的书店，他们这个纪念的这叫什么？书签啊，不行啊，这两个加起来500多块，
好，这个还不错啊。你的二叔。好，等一下我们。丢掉。越读书越读书。来，这个是谁？看一下。苏西姑。字好丑，是谁啊？我看不懂哎，看不懂哎。看不懂哦。王世臣。哎，你抽到这里会看吗？他不会。你会看？你要跟他换？还给你个机会，你要不要跟猪换？不要。你要看哦。你会看吗？好，来拍一下。阅读心得，阅读心得。要写阅读心得给我。好了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来。还有几样？还有，我们抽快一点，我一次抽两样。剩那个跟爆米。这个还可以抽过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这个跟。跟这个跟卡子一起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黄医生来帮我抽，来帮我抽。来。这跟卡子一起抽啊！快快快，来。500、100个，这超重的。我有个好小的哦。抽好小的。他都抽小都大，飞飞力。妈呀！哦，这样 OK 了，这个适合你，这个适合你，这可以去玩。飞力，我把它捏成一团，我真的。抽对折而已。再来，我们抽这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晚上会吓到自己，好不好？抽啊！我抽啊！我抽啊！我抽！999块，超贵耶！这是谁啊？杨佑勋。好呀！杨佑勋。分开抽啊！怎么样抽？等一下，好慢抽。同学，这三张我们分开抽，那我把所有刚刚的签全部都放回去。为什么？你的签呢？不公平啊！不公平，为什么？抽三个，没关系。有明显温度吗？我不要。这是重新抽的。哎，招收明月，很可爱耶。大家开心啊！怎么那么多看我？很可爱耶，因为招收明月。把它看。蔡锦成是谁？蔡锦成。一张，来。哦，三张。对，重抽。等一下会招收明月。对。关键是谁啊？在这里。怎么那么多人盯着我？来，领票，领票。领票，来，蔡锦成领票。领票。这是谁？反面。谢承恩，哦。哎，你票，抽中的。抽中的。都可以穿的。干嘛不能这样。没有。好，抽出来。这是谁？谁是新的？是新的。这什么？邓雨婷，对不对？是吗？邓雨婷，来。好，来 ，OK， 好了，各位同学辛苦你们，就今天就这样告一段落。这等一下还是要上课了，我们会把三四道带一下哦。好，就这样。可以，三姐快乐，送你。
苏西就输了。苏西服，张松表。不要，自己表示不敢。你要记住哦，这个就比之前便宜，有没有觉得差别？给你，他妈的，不然是全素味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是学生是不是哥哥已经偷偷跑回家了？对啊。干你！哎，我还有上三之三哎。上三。我们可不可以上个？我们三之三，我们可不可以上个一题？我也不用，我要下课。让我把观念讲。我们也不会听啊。你刚刚说我们下次看到你是过完年。哦，还有看。我们也不会听啊。那我们现在可以走。不是我讲一个观念就下课了耶。好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要不然我拿以前贿赂我。好，然后拿一块钱给你，好不好？烧点钱。哎呀，听一下了，要不然三十三都没用到，你要拿回去，下个那个明年来要讲义勇见，要再重拍。要不要？我去好好保养它，好不好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在最后的最后，我的良心一定要上一下三十三哦，大家真的就是加油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点向式的方向向量，就是那个参数式讲完，我们就下课，好不好？大家撑住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很简单，加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也是一个小累积。我们学习就是用这种累积的态度。好腰累，哎呀，讲一下吧。是灵车吗？好。干还灵车哎。好，我们讲一下了哈。来，三之三直线方程式，这边所学的参数是以前国中学的参数式，那只是这里我们用向量去做推广哦。我们画个线给你看哦。来，假如给你一个点坐标，给你一个点坐标。哦，要哪个点让我放吗？没有。好，有。A，HK 这个点 A 叫 HK， 然后呢再给你一个方向向量。什么叫方向向量？就是沿着这条直线的方向的向量就叫方向向量。它可以很小，也可以很大，反正没有关系，只要是同方向就可以 ，OK 吗？那它有一个方向向量叫做 L， 然后它的坐标化叫 AB。我们的参数是怎么表示？我们写一下喽。我先写给你好了，来，它的参数是可以表示成。从一个点出发 ，S 等于 Y 等于 A， 从点出发 HK 加上 T 倍的 A 跟 T 倍的 B 吼，那这里的 AB 指的是它的方向向量，明白吗？那当然，你的 T 是什么 ？T 是一个时数。这样写，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应该不知道我在干嘛哦，所以大家会举个数字的例子哦。哎，数字的例子是这样，蛮简单的啦。你要如何表示一条线？你要如何表示一条线？一开始给你一个点，如果叫一二，哎，你回来了，到了，我们要继续上哦。我本来要走了。干，不要了，来。三十三，一点点而已哈。来，如果给你一个点，如何充满整条直线？看，假如你的方向向量这么长，那乘以 T 倍是什么意思？同方向可以长可以短。假如 T 是它的两倍，二 T 是不是可以到达下一个点坐标？从这里出发嘛，加两倍的 T 向量去跑，可以吗？再来嘞，三分之一倍 T。或者是负一倍的 t， 负一百倍的 t， 你只要 t 怎样，所有的时数你都带过，就会形成一条直线哦。所以这就是它的方向向量构成参数式的哦。那像这一题，如果方向向量
叫三次。那参数是怎么写？看好了，从一、二，从这个一二坐标出发，三倍的 t 加四倍的 t 属于实数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表述出来了。然后这个直线参数是哦，你想想看 ，t 代零是什么 ？t 代零是什么？叫一二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方向向量嘛，所以刚好表的就是原本的这个点，可以吗？直线通过的一个点哦。对，在三之三哦。那我问你哦，给你参数是，你会写一般式吗？会写成有 x 有 y 有系数的式子吗？会写哦。来，我教你一次。如果要只有 x y， 就是没有 t 嘛，对不对？要消 t， 用加减消去法。像这个是第一式，这个是第二式。你一乘以二，变成二 x 等于两倍的六 t 哈，再加二，二加六 t 就通通了。再来第二式，加六 t 干嘛？哦，是应该加四哦，中风了哦，因为我们四三十二哦，应该是四倍才对，所以四倍的 x 等于四加十二 t。来第二式乘以三。三倍的 y 等于六加十二 t， 两式相减就可以把 t 消掉。四 x 减三 y 等于负二，你就可以得到一般式。一般式。同学强调的是下礼拜二晚上要上课哦。好，因为礼拜三有课，所以晚上要上课。下礼拜二晚上没到回来。下礼拜二晚上要上课，算了，记得记得。好。下礼拜二晚上要上课。我这个还有，那个好，你就可以得到一般式，一般般，一般式，有 s 有 y， 诀窍是什么？消 t， 可以吗？哦，来我们来填，缩力一，来我们写一下缩力一哈，过一二，哎靠，我写完了，下课是不是？哦，过一二，方向向量叫三次，这参数是怎么写？这样，好，下课了，拜拜。所以参数是要有两个决定的性质，第一，你要有这条直线的方向；第二，你要有一个通过的点。这跟什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跟点斜式是一样。来，点斜式要有斜率，要有一个点，对不对？要有一个通过的点，告诉我这一条线的斜率，我方程式就可以写给你，可以吗？那你看它的向量三四，是不是代表？三四的意思，所以它也告诉你的斜率，它的斜率是多少？你可以用方向向量把它写成斜率，三四 tangent 只叫三分之四，你一样可以写。所以如果知道方向向量，也等于知道斜率，你不一定要消 t， 你也可以由斜率点斜式再写出一般式。我写一次给你看，斜率叫三分之四。过什么点？一二，倒下来写成四 x 减三 y， 通过一二，答案叫负二，也一样写得出来，每一种写法都很自然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看一下，点要方向，就会有斜率，也可以消 t， 都可以，都很棒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就这样了啦。Okay. 我们做一题啊、哦，来，我们写一题经典范例。第二页写出来就回家，他们都教完观念就下课，这也是观念的一环，所以重新为止。来，我们做一次。来，范二，范二是说什么呢？他说通过二三，方向向量叫二负一，怎么写它的参数是通过一个点？来，我们先把点写出来，叫二三。那方向向量叫二负一，所以就叫加二 t 减 t。那最后要注意 t 有没有范围？有，范围是什么？实数 ，very very important 哦。你 t 没有写范围，全错。为什么？因为 t 全部都要跑，才会跑完一整条直线，全部都要用，全部都要带，渐渐跑，就会跑出一条直线来了。所以参数是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点的概念，只是 t
断的变换，所以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直到充满一整条直线。所以有些人会说参数式可以代表一个动点的概念。好，来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，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那希望年后大家都还活着，不是、年后这本讲义还会在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就这样啊，这样而已，好不好？讲义请好好保存，好不好？最好是可以把表框起来，下次连框一起带来，好不好？不要年后不忘他，好不好？千万要把他带来。之前哪一题？再给我讲台球重点，再范例二。好，先到。后面的范例二啦，在第二页哦。在第二页范例那边。没有，我在看他们有没有人举手。在这边哦。对，很简单。跟负一是它的方向向量，代表它的方向，也代表它的斜。这个是不是有个名字啊？这是不是有个名字啊？哎，有问题的留下来，有问题的念快乐，哎，过年快乐哦。我可以听到你说，好，这个比较慢。为了给我们接信，是这样子的，
该是。加几分？没有啊。超值得。加凭直觉。我刚刚是不是写这个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带这个，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算？我算一次给你看。那因为计算比较好讲比较快，很好哦。这个是不是 A 向量？ A 向量是它吗？它长度的平方就是 x 平 y 平嘛，没错吧？等于二分之一三平加八平，然后乘上四平加九平，然后再减掉 a 积三乘四除二八九七十二，七十二加十二。84你一样可以算出来答案，叫二分之五。可是这计算你看比较不好算，所以建议用旁边数。不是说错，因为数字真的很不好算，好吧？所以我才会说多多用。是这样对吗？那这样就有吗？哦，那是在英文底下的。那应该挺蛮难的。对，那平衡是人对，他在英文是原本底下的话，把这个底下去算那个。这是你，你要吃什么？决定决定。他送给你，你不就把它接上去，然后写上去背一背，软。他是讲流氓，其实是拜拜。拜拜。这不是平行背景？啊，对啊，先画，就切了两半。好妖的，这什么性质性？你干嘛不去？这是尝试，好不好？这什么好性质？这两个一样啊，什么性质？长得一样哦。边形四边形对角线，然后把面积分成两等份。是面积一样还是长得一样？面积一样，长得也一样，只是颠倒过来。因为这是 A， 这是 A， 这是 B， 这就是 B， 那这是 C 共用，所以就是 A B C 的三角形。这叫 S S S 成的。对角线上，哎，双手。三之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我还是给你，跟我一样，因为上课太多人给你带了，是吧？我那个时候还是白领，那个讲义还是我给你带。半多很奇葩，我就觉得吓死了，算了，我就不能。
Chris， 对对对。哦，是他的。哎 ，Chris。什么 ？Chris。谁啊？后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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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问题？好不容易你找了，你看是你的。对啊。他说萝卜，烧萝卜。萝卜可以。对啊，我抽对啊，抽你。这个就是直接运气对决。对啊。对啊。没抽到有点可惜，但是就这样。哦，这次抽的蛮公平。哎，那我要怎么选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O A 到 O A， 如果两个一样到的话，是会等它长度的频道。
那个叫镇定器。那通常有挂绝对值的话，都是用镇定器去做，只是他到最后，因为他们没有平方，所以最后要开平套。在前面有讲。OA 到 OA 就是口塞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内挤出来就是长度的平方，这个叫镇定器。那你发现了吗？为什么我会想到平方？因为它给的是长度嘛，对不对？你平方之后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利用正，就是利用长度的直线？为什么会想到平方？那是因为它给的是绝对值，所以我当然会用平方去试。感觉超难的。所以那个时候郑定贤在教授的时候看到绝对值基本上就到平方，那不要忘记要开平方回去。有关联，因为我刚刚讲你那个时候还没来，是不是？我不要。哦，所以可能来了，那我来考虑。所以你看，拿平方之后是不是有长度的平方？因为他问夹角，那怎样会有夹角？你当他一平方之后，你是不是会有 cos theta？ 就是他们内积。内积里面有 cos theta， 夹角就是在那个内积里面，所以平方才会出现内积的结果。对对对，每一步都是有它的道理的。有啊有啊，他问夹角啊。有啊有啊有啊，下面求面积啊，第二个求面积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只是对，就是一连串的题目啊。对对对，但是后来求面积也不会这样做，你后来会直接用二分之一 AB 三次它。那这一题难是难在第一个你要知道它是重心，有些人完全忽略了这个东西，你知道讲什么吗？这重心非常非常重要。OAOB 三项量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跟你有用。有重心的话，你才可以知道这个面积等于这个面积等于这个面积啊，你求出其中一块，你才可以知道其他两块，要不然你其他两块还要在内积。那个什么，在常常口算这，不常常算 A 二 D A B 算这条算，对，就很麻烦。你说，乖，干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来欢迎。可以。快啊、哦、快，我光拿，快点。我再给你三分钟。只给你三分钟。干，我有事情。那三分钟，快点，哪一题？这个自己算了。干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干。那你要算了，我看你能不能。它的底都不一样。对的，所以可能要把它换成同理。二三，可以同除吧？同除都可以，二和四都可以啊，怎样？同除的话是面积，但是这边都可以以六为绝对值。
这个不就是十 A 哥子加二哥子没有进啊？我经常跟你讲啊，这两个好像有关系啦。到你阶段。可是就算除完，还有这个 A 哥子。对对对，你先把这个除完，没有除吗？没有，这个可以硬除。那不然我们再写嘛？我跟你说还有 S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写 S。S 怎么写？就是肉和以十为一个十的二次方，就是这里还要再乘以十的二次次方，然后一整个取肉和，对吧？对吧？他刚没有答案吗？没有算过吗？试过，因为我看他平方不能。不过怎么？我知道这两个是平方。因为男的平方是四，四的话要多少？十除二，就是四这个十的二次，加什么？加什么了？十的负二也可以，就是，十的负二，然后乘以十的二次，对不对？乘以两个四乘以十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你要怎么的？我知道，我先算上面嘛。这上面都还没算呢。是因为这个就是十的二次的 x 嘛，然后加十，乘以这个，这是用过答案方式啊。四 t 等于四 t 四一，那是不是二乘以十的 x 加一的完全平方？然后下面是多少？下面是不是这样？我不是写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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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用 t 平 t 跟十分之一，就是 t 加二分之一的平方，二乘以十的 x 加二分之一的平方。有。那这个就不能传了。这个怎么一开的对是跟什么一样？反正我讲错了。而且答案有一点。我写错了，就是这样。那原来你是帮我猜两个。不知道。这个，像比较。一二乘法，这个是几个？对啊，就是都是。哎，不过今天这个还蛮好玩的。可是。嗯，我是答案者。OK。男生有没有？你是本土在干嘛？不想转，应该不会。这个复习史上最快一点。